快住院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帮我把眼睛捐给他。第一个想看到的人是你，你在哪里？如果我能看得清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9月25号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想带你来看海。9月30号，你一定不知道这朵花有多漂亮吧？10月11号，知道侧脸最美吗？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啊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我
界，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我去了阳明山，你带我去看花的时候看不到，在我眼前，那时候我怎么能够想回你？我昨天看到了，真的好漂亮。